吃饭啊，今天吃这个糯米笋炒腊肉啊。这个西满厨的糯米笋可以正常发货了啊，好喜欢吃西满厨的这一款的可以去搂一搂啊。炒腊肉、炒五花肉啊，烫火锅这些都可以的。怎么还大了？这个就是做法简单，洗一洗就可以炒啊。嗯。嗯，欢迎小